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小朋友回来啦！您可以看看您的背后。他帮我拼了，哇哇，很扎实，很好哦。吴永恩说他很喜欢我，想跟我一个 team。不行，你是我的。您今天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？还满意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 team。不行，你是我的，你不要考虑。小飞的数据显示，您今天玩得很开心。那不是因为我的人工智能啊，我开心是我自得其乐。你真的要跟他一个 team 吗？那我要看明天你们的表现再做决定。小屋啊，我想我的小屋啊。欢迎回家，小汉汉。哇，真的有一个小水井啊，这个好漂亮啊，我真的太想家了。真的吗？发自内心，我感觉像是一个小孩被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流放到牧场，然后吃了价值10瓶水的烛光晚餐吗？哎呀，那个不是环境所需吗？我不太理解呢。王子文让我转告给你，今天他用8瓶水的欠条兑换了灯带，需要你还一下。8瓶水，小屋啊。我在。怎么我这就走了一天，你怎么能宰客呢？咱们，我跟你说，咱们的风格不能学那个，就那边。咱们一向这东西都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灯带很贵的，小屋已经给他打折了。是吗？是的呢，但是王子文没有完成，他把灯带放在门口了。你要继续完成它吗？灯带，灯带，明天子文不是还要过来吗？